吃来吃嘛。好，我丈母娘给我吃了啊。吃来吃嘛。嗯，好吃。来接我们家的大宝了，二宝，蕾蕾，过来，爸爸，爸爸忙着不对，啊，爸爸来接你了，好嘞，一会儿回家吃饭饭，你怎么没吃姑爹啊？啊，走了，宝贝们，你给弟弟拿着包啊，喂，再不 ，merci， 接回来了，朋友们，我们家的二宝，今天第一天，从早晨的8:30。待到晚上的6点，下午6点，还行吧，大宝。大宝也觉得还挺适应的。今天是全天，觉得挺厉害的。我们家两个宝贝儿，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吃啥，是吧？是吧，二宝？你中午都没有，你下午没有吃那个下午餐吗？吃一个瘦吧。瘦回来了。回家了，我们家的三个宝贝儿集合了。我们家的三个宝贝儿都回来了。啊，奶奶奶，啊，先抱抱妈妈。他都没有吃他的下午餐。嗯、哎。为啥呀？啊？妹妹起来吗？起来了，妈妈还在工作。哎呦，很开心。哎呦呦呦，打着了，打着了，太好。妹妹，今天我接的早，我把妹妹下午4:30给接回来了。妹妹，今天妹妹也非常棒，9点到4:30，啊，也是一整天的时间，朋友们，太棒了。然后我们家的大宝、二宝，咱们今天吃那个姥姥做的那个couscous呗，行吗？靠谱，一会儿吃啊。哎。二宝，什么东西这是？表，自己戴手表吗？这么帅啊！啊、哦，有手表了还？啊，你说我是大人了？我是大人。哦，你是大人了？哎呦，厉害！你跟妈妈说，你说我18了，今年。爸爸大人。啊，爸爸大人，你说妈妈，我今年18了。妈妈，我18。我18了，你说。他都不会说，你看，你说我今年18了，哎呦，嗯，你怎么没吃那个固定呢？你不饿？他说，哎，他说他吃了一个冰激凌，在学校里，老师给了一个冰激凌吗？啊？给了吗？我吃了一个冰激凌。老师给你 glass 了吗？妹妹没有，你不是你吃了吗？把鞋脱了先啊，对。哎，他们俩，我们家大宝在弹钢琴，妈妈陪着二宝在玩呢。对，我想知道他到底说什么。一天，哎呦，哎呀呀呀！对，让我们进去看看。有打蜘蛛吗？不是蜘蛛。没有，是爸爸。爸爸，你干什么？哎，爸爸。爸爸来了。今天吃姥姥做的couscous，哎，二宝今天去都没哭，太乖了。哇，我们家的小猫咪，是人，我是人，我是猫咪。哦，我的小猫咪，你的尾巴呢？我丈母娘现在做的这个是他们。这个老家最有名的叫 couscous 啊，是 couscous 吗？喂 couscous， 要用手搓，大家看了吗？其实是一种面，是吧？对。C'est comme la farine est mélangée avec de l'eau, après ça devient des petites boules, c'est ça？ 嗯，是 semoule。semoule 啊，它搓完了以后，朋友们，这个就很像那个小米啊。今天我丈母娘给我们来做顿美食。大家之前有看见过，但是不知道这个小米是怎么做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丈母娘好不容易答应我让我给她录了，但是不让我录，不让我给录脸，录手可以。然后这样搓，不停地搓，
搓到什么程度咱不知道啊。哦，搓成一个球一个球的。好，加入水，这是凉水哈，在这炉化的。刚才我丈母娘已经在这个上面蒸了一会儿了，啊，蒸了一会儿，然后对，蒸完了以后又重新倒到这个盆中，加入凉水，继续用手揉搓。他说锅底下要放点油啊，这样它就不粘了。然后用水，哎，容易就咸。啊，也放盐，放盐，放油。对，放入盐，然后油，这样搅拌。然后再放入这个刚才的这个容器中。蒸锅上面的这个篦子放上去，一会儿继续在锅上蒸。好，放入蒸锅蒸。好，让我丈母娘现在第三次又从那个蒸锅里把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couscous 啊拿到了这个盆里，然后团成一个团。顾客给他吃啊，要给我吃吗？熟了。哦，熟了。c'est bon, c'est cuit。 对，嗯。Ça serait triste. Tu dis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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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Tu dis 熟了，吃吧。熟了，吃嘛。好，我丈母娘给我吃了啊。熟了，吃嘛。嗯，好吃。我吃，我吃。嗯，我吃，我吃，我吃。你吃一个吗？好吃，姥姥做的好吃。姥姥刚才喂我吃的。你又变小了。你又变小可爱了。是吗？姥姥是不是喂爸爸吃饭你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好，现在把它放到啊，我和刚刚虽然没吃，还挺咸乎的。哎，真好吃，是特别棒。Parce que c'est du saumon, c'est pas du couscous. Ah, ok. Le couscous, on le cuit deux fois. Ça, c'est du saumon, il est jamais cuit, on le cuit trois fois. Le couscous, c'est 好，再蒸一次，然后底下还有肉啊、蔬菜什么，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哇，我丈母娘现在开始准备了。这是蔬菜和肉，看到了吗？蔬菜肉，然后放在这个容器里。刚才这不是这个盆里那个小米，现在放到这个大的一个陶土的这么一个大盘子里面，我老婆买的，很漂亮。开饭了！开饭喽！呜呼！丈母娘还做了很多呢，这里好多好多。好久吗？不和德曼了？明天。不和色算了。你德曼。妈妈太厉害了，主要是大宝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大家不用害怕啊，我们还做了这月饼跟饭，是吧？对，我比较，我全都是农民。哈哈哈哈。哎，妈妈的厨艺好，妈妈做这个东西做的太好了。不在为别费啊，不喝不。啥是拉苏斯？你不快也割的芦丝呀，把的饼。我刚才逗我丈母娘说，我说这里边怎么全都是骨头没有肉啊？她说你如果没有戴眼镜，你可以戴上眼镜看一看。小姨子来了，小姨子吃 couscous。哎，你好。不，为什么哭啊？姥姥弄哭了啊。我们家姑娘，爷爷奶奶看的时间多，姥姥看见姥姥老哭。哎呦，那是姥姥。哎，看我们家小妞妞，嘴上沾，一巴掌给我扇下来了，那个哈密子，太快了这个小手。Ouais. C'est vrai? Il tire par là.Ah oui, derrière. Ah. Jusqu'à qu'il a un bon quantité. Non. Il fait froid. Aïe.
我丈母娘说我老婆小时候和她外孙女很像，也是拽头发，一哭就拽头发。但不能玩水啊！你看我们家这个二宝桌子，毛毛，这样东西我方便。妮妮，姥姥说你了啊。我们家小公主也很喜欢吃这个，这小朋友吃最好了，容易消化。哎，哇，这汤你看浇上，哎呀，太好了，这有点像咱们那个拌饭了，感觉中国的拌饭，只不过是它是拌的小米饭啊，咱们中国是拌的大米饭，是吧？对。老婆，你看这个骨头是最好的，这里边有骨髓。对，里边最好。啊，吸一下。出来我给你堵住了都咱们再找一个这姥姥给了一个姥姥太好了，姥姥给了一个哇，朋友们，丈母娘做这个汤，哎，浇上这个小米实在是太香了。怎么样，大宝，你觉得好吃吗？你小姨也喜欢吃，他从小就吃。我从我妈肚子里开始我也吃。从妈肚子里吃。关注我们杨米家。